是男人就要射。箭、啊。等一下，忘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阿皮啊。那旁边这个呢？不重要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众所周知，我梁阿皮啊是一个超级无敌肌肉猛人啊。今天我们要搞男人要做的事情啊。你这么近男人要做的事情，滚！比剑啊，比剑大会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大概这样子啊，我们要等一下要去射箭，比谁准，输的那个呢，有什么惩罚？哎，随便了，去了就想，去了就想。那话不多说。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安全须知啊，看完之后呢，手会累断吗？那倒不会了，手会累断的话就有点太危险了。那些麒麟臂不是很不是这么整出来的吗？统一射箭，统一拔箭什么意思？统一射箭，统一拔，就是打完你桶里的这支箭之后呢，去前面自己拔。哦，隔壁的不会给你来一发吧？当然，要在我的看护之下，大家一起去拔。好，我带一个。没事，你去拔，没事，你去拔。这里靠贴下巴，贴下巴。你下巴在这里吗？这里，这里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往后拉。然后呢？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还不够吗？不够啊！哎，好，差不多了啊，接住。然后怎么？用准心去瞄准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用准心瞄准吗？瞄准了，我手没力了。用这里瞄的啊你？对呀、啊，是用这里瞄的。你准心瞄准啊？准心瞄准了吗？啊，好。往高没瞄，差不多啊，瞄好就放。放怎么放？直接松手，右手啊，你石头剪刀布啊，直接松。我不敢松哎。啥？这会弹开吗？讲道理。我可以保证你打不到你的手。OK。这算是没打中吗？牛牛逼牛逼，起码打中了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，打中了。我经过简单的了解了，基本上已经熟知了这个玩法啊，没什么问题。他那边有个18米的啊，就是要求我们这边10米是10发啊，12发100环。我觉得我一个小时内随随便便，好吧，真的随随便便。是传说当中的天赋猛男，好吧？刚刚啊、有点失误啊，脱靶了，不过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。讲道理啊，哎，你别笑，你这笑等一下头给你剁不脱了，不脱了，开始了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啊！第二发，第二发，第二发，争取比第一发要好。去哪里了？在14号码。不是，不是，你等着，我给你个东西，拿着。就反正我不知道去哪里了啊，剪掉剪掉剪掉。又去哪了？你看到去哪里了吗？我没看。我哪知道哪里去了？哦，在旁边，在旁边，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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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打到纸了，打到纸了，可以有进步。不是，为什么都是歪的呀？根据吃鸡老师跟你说，它是有弧度的，所以你要向上抬。我已经抬了。是吗？再进去。我认真了，认真，这次真的认真了，好吧，就是。走了，走了，走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为什么我都是偏右下角？那是不是我手要抬左边一点点？对啊，它可能是有一个风向。对对对，有风，都是有风，不然早就。就是
对，那么大风，我的天！你看这风像什么？像右手边吹是吧？然后我们左一点点，啊，西北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们啊预判它的风向，好吧？专业啊，专业。哦，看一下，什么叫高手？我觉得随便了，今天应该是随便了。十二发逼一百环，起飞啊，起飞！先到这个最捞的人啊，他要上了，他看我太厉害了，他想要向我学习。直接伸手，用手直接伸。哦，哪里？你知道吧、啊？这个人，摄像头在上面，然后他把那个箭射到你摄像头去。2000 years later， 他在家就继续上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人，你知道多离谱吗？真的就是，刚刚笑我前十二发的人。能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是什么？我是天才！你看这种才是真正的普通人，你看笨蛋，你知道吧？请把小小弟蔡达公屏上，好吧？好，先开始啊！我跟他验十二支箭，然后反正肯定是我赢定的，你知道吗？刚刚这个人十二发连张纸都没碰到，你知道吧？多离谱，好吧？反正赢是赢定了，你想好怎么惩罚了，好吧？有问题了，变得不对劲。哇哇，正中靶心，蜗牛，蜗醒起来了。嗯，好好，回到本来样子。我感觉还可以争取一下。十二发一百分钟，现在突然就开挂了是吧？你还比牛逼，就这样子。这次射箭体验呢，啊，确实左手挺酸的啊，毕竟左手平时用的也不多，然后也是平时打键盘的嘛，啊，一般是摁键盘的，所以的话左手会比较累。但是的话呢，还是挺好玩的，感觉我的眼睛左眼跟右眼已经有点模糊了，可能对我这种近视人来说有点困难吧。但是还是随便啊，下次有机会来。18米场随便挑战可以吧？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话呢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，然后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哇，梁阿皮是拖把之王。哎，你还是你贱好吧，贱还是你贱。